從十三世紀由方濟會會士開始，至十六世紀傳播出嚟。苦勞敬禮在天主教團體中成為近千年的傳統。這項熱心敬禮不但使我們投進耶穌基督的苦難奧秘，亦都使我們深入教會團體的共同意識。在今晚的苦勞默想中，我們以信德、以愛心超越時空，背起十字架，和耶穌基督一起走這條苦路。我們深信十字架是全人類和耶穌基督結合的總會點，亦都深信苦路是我們獲得永生的光明真道。上主天主，你的聖子，我們的救主耶穌基督曾經教訓門徒說：誰人願意跟隨我，該棄住自己，背著自己的十字架跟隨我。因為誰若願意救自己的性命，必要錯失性命；但誰若為我和福音的緣故，喪失自己的性命，必要救得性命。人縱然賺得了全世界，而付上了自己的靈魂，為他有什麼益處？人還能拿什麼再付自己的靈魂的代價？慈悲的天主，求你幫助我聽從你聖子的教導，時常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跟隨他走上逾越之路，終能分享他復活的新生命。願光榮歸於父及子及聖神。起初如何，今日亦然，直到永遠。阿門。聖子高遠，十字架上，慈母悲一处，耶稣被判死刑。耶稣基督，我欣赏你，赞美你。你因此升天，救赎普世。司祭长和全公议会寻找相反耶稣的假证据，要把他处死。比拉多對他說：你沒有證據，他們提出了多少證據告你嗎？耶穌連一句話也沒有回答他，以致總督大為驚異。比拉多說：我在這人身上查不出什麼罪狀來。司祭長和長老卻說服了民眾，叫他們要求巴拉巴，移除了耶穌。總督問說：他竟在什麼事？他們越發談說，改定他在十字架上。於是比拉多給他們釋放了巴拉巴。至於耶穌，比拉多下令把他鞭打了之後，交給人釘在十字架上。在正月初期，國內一啲醫護人員敢於透露疫症嘅嚴重性，可惜佢哋被打壓，甚至被控告。願我哋都有講出真理嘅勇氣。上主求你垂憐，上主求你垂憐，基督求你垂憐，基督求你垂憐，上主求你垂憐，上主求你垂憐，天主為你所受的苦難，求你垂憐我。
召集了全队围着他，脱去了他的衣服，给他披上了一件紫红色的外袍，又用荆棘编了一个刺冠，戴在他头上，礼巾芦苇放在他右手中，然后跪在他前，戏弄他说：犹太人的君王万岁！随后跟他到房门，拿起芦苇来敲他的头，戏弄完了，就给他脱去外袍，又给他穿上他自己的衣服，带他被钉在十字架上。耶稣自己背着十字架走出城门。疫症肆虐全球，已经有超过120,000人受到感染，病患者都在痛苦当中。愿我们在祈祷中和他们共融，克己奉献，分担他们的痛苦。上主求你垂念，上主求你垂念，基督求你垂念，基督求你垂念，上主求你垂念，上主求你垂念，天主为你所受的苦难，求你垂念我。多知之母是苦第一次跌倒地上，耶稣基督，我欣赏你，赞美你。你有至圣感，有属好世。心若尽力，有有何为？我是王瞻仰。心若疑问，他受盡了侮辱，被人遺棄。他真是個受苦的人，熟悉病苦。他好像一個人緩掩面不顧的人。他受盡了侮辱，因而我們都以他算什麼？然而他所背負的是我們的疾苦，負擔的是我們的疼痛。病患者的家人亦都承受住好大的焦虑和埋痛苦，他们亦需要安慰和埋陪伴。而我们在每日的生活中都成为安慰者和埋陪伴者。上主求你垂念，上主求你垂念，基督求你垂念，基督求你垂念，上主求你垂念，上主求你垂念，天主为你所受的苦难，求你垂念我。荣光之子于施恩中。第四处，耶稣遇见了自己的母亲。
上主求你垂憐，上主求你垂憐，基督求你垂憐，基督求你垂憐，上主求你垂憐，上主求你垂憐，天主為你所受的苦難，求你垂憐我們。無窮愛慈患中極人。第五處，西門背負耶穌的十字架。耶穌基督，我欣賞你，讚美你。你因主聖架，救贖普世。他們把耶穌帶在時候，就拖住一個從前監獄的基拿亞人西門，把十字架放在他肩上，叫他在耶穌後面背着。而正下，各人都費盡心神去搶救防疫及日用品。但是有些長者未必有能力和有資訊的清楚有關用品的發售情況。願我們都在疫情下學會幫助別人，接受幫助和互相幫助。上主求你垂憐，上主求你垂憐，基督求你垂憐，基督求你垂憐，上主求你垂憐，上主求你垂憐，天主為你所受的苦難，求你垂憐我。Thank you.
使我憂心難度。我期望有人同情，卻未尋到一個。我渴望有人安慰，也未找到一個。而正限醫護人員忙到唞唔過氣來，佢哋需要我哋市民大眾嘅鼓勵、支持同埋安慰。願我哋都懂得安慰他人，接受他人嘅安慰，同埋彼此安慰。上主求你垂憐，上主求你垂憐，基督求你垂憐，基督求你垂憐，上主求你垂憐，上主求你垂憐，天主為你所受的苦難，求你垂憐我。上主求你垂憐，上主求你垂憐，基督求你垂憐，基督求你垂憐，上主求你垂憐，上主求你垂憐，天主為你所受的苦難，求你垂憐我。婦女為耶穌痛哭，耶穌基督，我欣賞你，讚美你，你如此聖潔，救贖高傷。
生向他們說：有三女子，你們不要同我，但應給你們自己及你們的子女。上主求你垂怜，上主求你垂怜，基督求你垂怜，基督求你垂怜，上主求你垂怜，上主求你垂怜，天主为你所受的苦难，求你垂怜我，恨你之母，恨你。上主求你垂怜，上主求你垂怜，基督求你垂怜，基督求你垂怜，上主求你垂怜，上主求你垂怜，天主为你所受的苦难，求你垂怜我。第十处，耶稣被剥去衣裳。
另有兩個兇犯也被帶去同耶穌一同受死。他們寄到了那面叫毒瘤的地方，就在那裡把耶穌釘在十字架上，也釘了兩個兇犯，一個在右邊，一個在左邊。耶穌說：父啊，寬赦他們吧，因為他們不知道他們做的是什麼。他們正扣分了耶穌的衣服，民眾站着觀望。對於特區政府的防疫政策，我們可能有很多不同的意見代表，內心或者都感到不滿。願我們不要被仇恨佔據我們內心，我們為政府官員求智慧，以最適宜的方法防止疫症的蔓延。上主求你垂憐，上主求你垂憐，基督求你垂憐，基督求你垂憐，上主求你垂憐，上主求你垂憐，天主為你所受的苦難，求你垂憐我。十字聖架救贖之主，聖子聖誕上我罪孽，恨遙我救復天主。第十一處，耶穌懸在十字架上。耶穌基督，我欣賞你，讚美你。你不知聖架救贖普世。在耶穌的十字架旁，站着他的母親和他母親的姊妹，還有他和他的妻子瑪利亞和瑪利亞、瑪特亞拿。耶穌看見母親，又看見他所愛的門徒站在旁邊，就對母親說：女人，看你的兒子。然後又對那門徒說：看你的母親。就從那時起，那門徒把他接到自己家裡。縱使學校停課，但是老師仍不辭勞苦為學生制定網上的課程，因為他們深愛每一位學生。讓我們在有機會與老師相遇的時候，都向他們說聲多謝。上主求你垂憐，上主求你垂憐，基督求你垂憐，基督求你垂憐，上主求你垂憐，上主求你垂憐，天主為你所受的苦難，求你垂憐我。同情聖母信息之後，
從中門開始，遍地黑暗，直到下午三時，耶穌大聲呼喊說：我的天主，我的天主，你為什麼捨棄我？有一個人跑過來，把海綿浸透了醋，綁在蘆葦上，順手送上去給他。那時，耶穌大聲呼喊說：父啊，我把我的靈魂交託在你手中。說完這話，便斷了氣。為拯救每一位熱帶壓的病患者，有不少醫護人員亦都善待病患者，甚至為此而獻上寶貴的生命。願我們為已亡的醫護人員祈禱，求主賜他們永生的福樂。上主求你垂憐，上主求你垂憐，基督求你垂憐，基督求你垂憐，上主求你垂憐，上主求你垂憐，天主為你所受的苦難，求你垂憐我們。耶穌。聖母懷抱耶穌，耶穌基督，我欣賞你，讚美你。你因我之聖誕，救贖高世。那天正值安息的歷史節，而那安息日又是大節日。猶太人願在安息日有屍首留在十字架上，就來請求比拉多打斷他們的腿，把屍首拿去。於是兵士來了，先後把釘在耶穌左右人的腿打斷了。可是他們來到耶穌跟前，看見他已經死了，就又打斷他的腿。但是有一個兵士用槍刺去他的肋旁，立刻流出了血和水。直到目前，有超過4000位新冠肺炎的患者，他們的家庭面對著家人的離去，正在承受著很大的痛苦。願我們透過死亡都喚醒我們去寬恕、去珍惜和去愛。上主求你垂憐，上主求你垂憐，基督求你垂憐，基督求你垂憐，上主求你垂憐，上主求你垂憐，天主為你所受的苦難，求你垂憐。Thank you.
四處，耶穌被埋葬。耶穌基督，我欣送你，讚美你。你有知性嗎？救贖到世。這些事以後，阿尼瑪特瑪人約瑟，他因大發人，暗中在耶穌的門口來求比拉多。為領展耶穌的遺體，比拉多允許了。於是他來把耶穌的遺體領去了。那以前夜間來見耶穌的尼哥德摩也來了，帶著藥及沉香調和的香料，約有一百斤。他們取下了耶穌的遺體，照猶太人埋葬的習俗，用面布和香料把它裹好。在耶穌被釘十字架上的地方有一個園子，在那園子裏有一座新墳墓，裡面還有安葬外人。只因是猶太人的預備日，墳墓又近，就在那裡安葬耶穌。上主求你垂憐，上主求你垂憐，基督求你垂憐，基督求你垂憐，上主求你垂憐，上主求你垂憐，天主為你所受的苦難，求你垂憐我。耶穌復活了，耶穌那比死更強的愛復活了眾人的愛，使生命重新充滿希望、自由、平安和真正的喜樂，令我們依靠天主互愛互助，共度難關。
上主求你垂怜，上主求你垂怜，基督求你垂怜，基督求你垂怜，上主求你垂怜，上主求你垂怜。
在聖經的記載原來是輕描淡寫，但是同住存放在意大利都靈主教座400多年的聖典簿，可以幫助我們更加明瞭聖經上所講的鞭打、大祭官和十字架苦練的細節。聖典簿是一塊長14尺闊4尺的麻布，曾經包裹著一個男人的遺體，上面的痕跡顯示出他曾經被鞭打、大祭官和被釘十字架的身體的正面和背面。身上的傷痕和血跡和聖經所記載的耶穌受難的經過非常吻合，所以被認為是可能是埋葬耶穌所用的殮墓。按照聖經的記載，聖殮墓是亞利馬大人若瑟瑪利包裹十字架上卸下來的耶穌遺體的殮墓，亦都是耶穌復活之後門徒在耶穌墳墓所見到的那塊殮墓。雖然都令聖殮墓的真確性上來，但是最重要的不是真假的問題，而是在於聖殮墓能夠講出耶穌所遭受的苦難的具體情況。耶穌是被人綁在一條石柱上高受鞭打的，羅馬士兵所用的鞭是一開六的，每條鞭尾都綁住石頭或者是鐵鈎子，每一鞭打下去都會令人皮開肉裂。比拉多知道耶穌是無罪，原本想命令啲人鞭打完耶穌之後就釋放佢，所以佢吩咐士兵重受鞭打多啲，讓啲民眾見到血淋淋、再冇抵抗能力嘅耶穌，就滿意咁放過佢。按照當時嘅法律，如果犯人要釘十字架，係唔使鞭打嘅，但係耶穌兩樣都受曬。所以雖然耶穌是猶太人，按照猶太的法律最多只能夠鞭打39下，但是士兵只管不停打，無情地鞭打耶穌。從聖殮墓所見，耶穌全身都被鞭打得皮開肉爛、體無完膚，他的背脊、腰部、腹部、臀部和手腳都佈滿了密麻麻的鞭打傷痕，當時的士兵要還到盡，用荊棘編織了一個刺冠放在耶穌的頭上。原來那個刺冠不是環形的，而是好像一頂帽覆蓋著耶穌整個頭部，因為聖殮墓顯示出耶穌的額頭、前後左右、頭頂佈滿了超過30個尖刺留下的傷痕和血跡。聖經記載士兵用一條蘆葦敲耶穌的頭，其實士兵是用一條蘆葦將刺冠深深地敲在耶穌的頭上，刺冠有些尖刺更加刺入了耶穌的眼睛，慘無人道。從聖殮墓所見，耶穌的左眼腫脹到幾乎合埋了。聖殮墓展示一幅很震撼的畫面，讓今日的我們能夠好具體地感受到耶穌在2000年前所受的苦難，從而能夠深深地體會到耶穌對我們的愛有幾度偉大。教宗本篤十六世和教宗方濟各先後去過都靈瞻仰聖殮墓，他們說聖殮墓是最好的聖像，因為他們用血繪畫而成的，繪畫出受盡苦難而死去的形象。那些血是來跟我們講說話的，講出救主耶穌的生命和祂對世人的愛。在今晚的苦惱默想中，讓我們一起感受一下耶穌甘願接受不公義的審判，讓我們能夠認識真理，持守公義，獲得真正的自由。耶穌甘願遭受不人道的對待，讓我們能夠用仁愛去對待，成為擁有祂的肖像的人。耶穌甘願承受無情的苦難，替我們承擔了罪過，使我們得享永恆的福樂。
稣基督，我们欣颂你，赞美你，你因此圣诞救赎。在我祈祷之后呢，都有一个生活的苦恼，现在都可以拿出来的执事。那我们都准备了一些口罩，我们愿意各种台访的前面小心我走过的机器。天主的人，我上个礼拜话入不敷支喎，因为都已经拍得七七八八啦。天主就系咁啦，打发好多人逼你，做成就系呢啲啦，系一个开头，好有引发嘅作用，五饼二鱼啦。今日居然咧～连善导之母堂都攞咗啲嚟，其实嗰度就唔需要啦，我解释，但佢拎咗啲嚟，利亚利亚都拎咗啲嚟，呢一个纽西兰都拎咗啲嚟，系唔命住啫，咁就有命关心，所以阵间可以谂。如果你想跟我們去的呢，一陣有幾重人就夜晚送街，就是去附近的灣仔。第二組可以明天的，明天上午呢，因為上午還有一批清潔工，甚至可以去到一些公園裡面，會有些獨居長者，或者等等。咁你又可以講一啲，聽日喺你屋企附近，去揾到呢啲耶穌所講嘅最少嘅弟兄、最少嘅子。咁我哋都想親手俾佢哋，好想佢同佢傾幾句。佢話好驚嘅，因為無端端咗個陌生人同我傾偈，仲要俾啲嘢我，都唔知嗰啲嘢會唔會有問題。所以我哋都咁樣，真係開放自己喺傾偈嘅過程，好似耶穌咁，帶俾人哋安慰，帶俾人哋一份温暖。咁我哋嘅包都寫咗聖堂嘅名，好使佢知道啦，咁啊唔使猜疑啦，就好似一個人咁啊嘛。我爸爸媽媽食過聖堂的奶粉，我不知道為何現在我戴聖堂的口罩，
可能呢個只係小夢聖衣啦。咁你就當佢講就係小夢聖衣，請小夢都好嘅。咁一陣禮儀完咗咧，咁你可以呢個我啦，唔知有冇得包攞啦，又或者你想同我哋一齊去啦，咁一齊去咯。你想聽日唔自己去啦，咁咪攞咯。總之係送我哋有需要嘅人。各位呢、這個生活嘅苦惱，因為真係人間睇到耶穌嘅苦難，但係記得苦盡甘來，苦盡甘來呢、這個係信仰嘅所在。經歷呢條苦路，最終就同耶穌一齊擺脱一切。一切再唔重要，無論係環境上面疾病健康，耶穌就同我哋一齊。佢背起佢嘅十字架，佢背起我哋嘅十字架，我哋都背起自己嘅十字架，係跟住佢。各位姊妹，耶穌基督，我恩送你。如果攞啲口罩嘅，可以出嚟攞；唔夠嘅，我哋出邊攞。